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十号透过声明表示，英国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中共在台湾周边地区进行军事升级，并召见中共驻英大使郑泽光，要求他对北京当局的行动提出解释。特拉斯指出，近几个月北京日益逼人的行径和言论威胁到区域的和平与稳定。郑泽光当天透过声明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说三道四。中共驻英大使馆推特有网友留言回呛，英国可以为台湾发声，中共最好管好自己的嘴巴。台湾驻英国代表谢武桥则在当天接受英国天空新闻专访，谴责中共明目张胆企图透过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It's actually a blatant attemp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across Taiwan Strait by force and unilaterally. The threat from China is not just overnight, it's not just last week or last year. It's been like that for decades, nearly 70 years. Definitely, we need to shore up our deterrence capabilities, hardware, and all those. 谢武桥指出，共军的行为让区域情势升高，并且大幅破坏国际贸易与海空域稳定。国际社会有必要持续关注并共同反击。谢武桥表示，台湾人民决心捍卫国家主权和喜欢的生活方式，英国与台湾在国防工业上也不排除有机会合作。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张瑞珍综合报道。